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激动。我来到了，受头条，我今天呢受头条的邀请，来到了三农创作者大会。三农创作者大会呢，现在呢是在广西的灵山，这边举行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盛会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走。欢迎各位嘉宾莅临品尝，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小六小姐直播间。看到吧，今天来了非常多的人。来来来，来到我们家乡的灯啊，是今天的灯来到我们家乡开了一个三农创作者大会。在九妹当地等开的，非常的高兴啊。九妹的朋友有没有认识九妹的呀？肯定的，必须很多人认识的。你看这里面很多人刷屏了，说九妹姐。嗨，太高兴了。下一个日记。刚开始我们拍视频的时候。贼尴尬。你看是小六的侄子啊，很多很多人跟你打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下午好。等一下呢，秋子还要上台讲话。对。哎呀，我有一大一半美就好了。我第二次来到灵山了，来到姐姐家里面。我都欢迎，很欢迎这些朋友。王小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来干嘛啦？上九妹来参加那个山东发布会啊。山东创作者大会。创作者大会，来来参观参观。直播是哪这个？来，拿个草帽，我们要找的山药自己。认得他吗？反正我第一次见的时候认不出来。他们叫巴里夫了。广西农业厅副厅长王凯学，欢迎您。广西农业厅办公室主任梁家俊，欢迎您。广西农业中心主任吴炳科，欢迎您。我是很高兴能够来到广西省灵山县的翠湖塘村，我是今日头条三农运营的负责人李一北，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三农创作者大会。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等等，它也不仅仅包括图文以及短视频，它还包括小视频、短内容以及问答各种各样的形式。厅长，尊敬的李县长，尊敬的媒体朋友，尊敬的三农创作者，大家下午好。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么炎热的这个下午哈，来到巧妇九妹所在的这个家乡，来到今日头条三农创作者大会。然后四位其实是我们特别典型的平台上面的三农创作者。然后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媒体朋友是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，一份荣誉吧。我们这样，我们一个一个颁好不好？我们先来给这一位，第一位是巧妇九妹。杨总，您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